七夕语》，是许慧梅老师编作的一个舞剧。她的这个舞剧呢，让人家很怀念。那因为是有第二次的演出，在她过世的时候，那她第二年文建会特别邀请我，我那时候已经出国了，回来把这个舞剧再次的呈现。上一次的演出就是第二次，到现在28年了，所以我要再次的重建，把这个舞剧重新，因为太多人都很怀念，这种是一个传统跟古典的东西，非常多繁琐的事情，有很多人幕后在很大的力量在支持，我们总算到今天这个舞都排好了，做到最好的，让大家能够完整的欣赏许慧梅老师的舞作跟郑士生老师的音乐。这一次最特别的就是这个舞剧跟这个音乐，郑士生老师跟许慧梅老师一起讨论出来的。那我姐姐把舞编好了，说这里要走七步，这里要收水袖，然后郑士生老师把曲这样写上去的，所以跟舞蹈跟音乐是完全的吻合。你来欣赏这个舞剧，不单是享受舞蹈，也享受音乐，非常好听。两位艺术家啊，用尽可以说互相的激荡，一个完美的艺术作品。6月16号、17号、18号这三天，我们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做演出，请大家一定要来观赏，非常好看，也非常好听。这个是现场伴奏。